你会不会做好做满？我不会做满做好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会做好，但不见得一定会做满。当着蒋万安的面，川博突然松口，不一定坐满，让民进党议员全场一阵鼓噪，马上追问：我愿不愿继续再做？那你愿不愿意？第二个是市长愿不愿让我再继续做？万安警报，我愿意为你，愿意，愿意，愿意，那我留不住怎么办？哎，你别烦恼了。只要川博愿意，蒋万安直接大开金嗓，搬出经典名曲，希望把人拉屌屌。毕竟台北市长任期即将进入下半场，加上北市将迈入大都根时代，要是少了李四川，就怕市政乱了套。你别去倒，我等你出来啊！我的。所以你接受韩国瑜给你的邀请是不是？韩国瑜从来没有告诉我要去任何的选举，那我回家，我可以退休。李四川急踩刹车，免得当场被官宣要选新北市长。2026蓝营谁要选新北，几乎成了双北副市长新战场。现任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到底有没有机会成为接班人？你有没有指定接班人？你想我会吗？我应该不会啊。没嘛。听说你的团队很讨厌李四川，请问市长你会支持谁？每个人各司其职吧。这些年当国民党新北最强母鸡，蓝营明代似乎都把关爱眼神放在李四川身上。我有当面哈，这个邀请川博来新北市参选新北市的市长了。党有需要这一句话，我觉得他也不排除了，对于我们议员的选举是有绝对的一个帮助的。我们也是希望，就是说这个时间到了。那蒋万安市长能够这个放人了、啊。2026谁来新北好好做代志，恐怕还是有赖蒋万安割爱把手放开。镜新闻综合报道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